出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快乐下厨实验室，我是小林同学啊。咁今日分享俾大家嘅实验就係芒果乳酪蛋糕啦。咁我呢个蛋糕就冇落淡奶油嘅，属于比较轻盈嘅蛋糕，真係健康又美味㗎。咁我哋而家嚟开始做实验啦。咁首先我哋就准备150克嘅消化饼，将佢研碎佢，研得越碎越好啊。咁就再准备50克嘅牛油，用热水再溶佢。跟住将饼碎倒入个大碗度，加入牛油，充分咁搅拌佢，让两者完全混合。咁我用嘅呢个蛋糕模就係8寸嘅，咁就记住放张牛油纸上去啊。咁就用个杯或者其他器皿都好，将个饼底压实佢，压得越实越好，如果太松切起嚟会散㗎。咁个饼底做好之后，我哋就盖上保鲜纸，摆入个雪柜度备用啦。咁而家嚟准备我哋嘅芒果啦，咁就切一粒粒，记住留返啲完整嘅芒果粒，我哋要嚟做中层嘅夹心同埋做嗰、那个面层嘅装饰啊，刮靓晒佢，唔好浪费啊！我哋分配好我哋嘅芒果，咁取出其中嘅300克芒果，加上400克浓稠嘅乳酪，混合埋一齐打溶佢。咁我个果汁机就比较细，分咗2次嚟打。咁将全部嘅溶液倒入大碗入边，记住加翻上100克嘅芒果粒粒嚟做夹心啊！跟住我哋就准备一大碗嘅冰水，放入所需份量嘅吉利丁片，大概是17克到啦。咁就浸泡佢，唔好超过5分钟，跟住就用热水再溶，然后再将溶液倒入个芒果蓉入面，充分咁搅拌佢，跟住就可以将个饼底从雪柜中取出，倒入我哋已经混合好嘅芒果蓉。好啦，咁搞掂之后，又再次冚上保鲜纸，送入雪柜定型3至4个小时。几个钟过去之后，又可以做最后一层啦。取出芒果100克，倒入白糖40克到，跟住清水200克，混合埋一齐打成蓉，倒入碗中备用。跟住又嚟准备我哋嘅吉利丁啦，浸软之后用热水再溶，跟住就可以捞起佢榨干多余嘅水分，咁将佢倒入芒果溶液入面，充分咁搅拌佢。跟住就可以从雪柜中取出已经定型好的蛋糕层，倒入头先的芒果溶液，又是送返佢入雪柜3至4个小时定型。好啦，几个钟又过去啦，到咗最后阶段，我哋整返几粒靓靓嘅芒果粒做装饰，就大功告成啦。好啦，可以脱模，哇，完美嘅蛋糕出炉啦。个蛋糕真係有浓浓嘅香果乳酪味啊，简简单单嘅乳酪蛋糕先係最好食㗎。又唔肥喎，冇加淡奶油嘅蛋糕好吃不利口啊，女孩子食最啱啦，连我老公都大赞好味啊，大家都嚟试下啦。